我现在做的这个很多这个咖啡厅就是海景的这样子。啊、这个谁会来？啊？谁会来？本土的游客啊！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饭店啊。对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是新开的、哦，周边的这样子，有点像那种希腊的感觉。只是它颜色如果涂成那个蓝白相间的话，就有那个希腊风，有没有？夏威夷也是这样啊。对对对，本土来看的。应该是没有，我说来没来的，应该是本土的本土人来 ，OK，、当地人。这里有温泉呢、欸，这里有，这个地方有，但我们只有搞个温泉出来。哦，对，那刚刚讲到哪里？我去澳洲，我去澳洲去走东啊，黄金海岸啊，什么歌剧院那个，我没有去过那种啊，我帮报我们公司的团，我没有办法帮他全出，帮他出一个人这样而已就去了。但是因为我爸妈哈、哦，他出国经验很少，哦，那我帮他去，我其实有点担心，哦，因为。没有什么出国经验嘛，他又怕又什么不懂，又第一次去，也是参长天数了嘛，然后至少六七天这样，那我就很希望期许说，哎，我们要出来之前，你应该会自己预想到说，你这一团会遇到怎么样的导游，我、哦、这个导游会不会一坐那么长途飞机，会不会在飞机上帮我换座位，居然能够安排在一起，我还说一些时不要说时时刻刻，稍微的对他关心一下，寒暄问候几句也好，哦，那我希望呢，怎样？我。家人遇到的导游，我期许自己可以成为那样的导游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哦，对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对，那昨天的有跟阿嘴订购一些东西的话，只会直接送到机场。哦，那比如我们几位像大哥还是后面大姐有订这个鲍鱼，哦，我教各位，这个鲍鱼它是回去要怎么处理呢？它鲍鱼是冷冻的，一包一包的真空包装，哦，一包一包的。那你回去家里面的一样。哦，把它这个保利龙给拿掉，直接就。